草地出狗叫的家是24段的磨齿做成小狗，再从小狗做成手枪。现在开始，第一段180。然后呢？数两段，180。然后呢？数一段，180。然后呢？我们数两段，180。然后呢？我们拿直了。然后呢，数4个三角形，然后再180，1、2、3、4，180。然后呢，数1个，180。然后呢，数2个，180。然后呢，数3个，1、2、3，180。然后呢，数2个，180。然后呢，数1个，180。这样子的话，小狗就完成了。然后小狗变成手枪只有1步，也就是，我们从拿直了来看，1、2、3，我们就1、2数2，然后呢，这里180，就变成手枪了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